今天的这两款甜品，爱吃巧克力的可不要错过了。黑化了的旺仔巧克力牛奶加入吉利丁阻止融化，倒进杯子里冷藏凝固。400克淡奶油，80克巧克力酱，打发到拉起有小尖尖的状态。蛋糕的配方在屏幕上了，记得截图保存。按顺序，奶油、蛋糕胚、坚果重复2次叠起来，最后用奶油封顶。 插上巧克力饼干，撒上坚果，挤上巧克力酱，锅里加入80克棉花糖，还有1整罐旺仔巧克力牛奶，一定要过筛哦，这样口感才细腻。撒上可可粉，用蓝莓和薄荷装饰一下。这两款用旺仔巧克力奶做的甜品，你们喜欢吗？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！ 今天来做一道所有西餐爱好者都没办法抵挡的美食——牛肉汉堡。快让你的男朋友做好笔记，没有男朋友的也可以来闺蜜动手哦。加入盐和黑胡椒，搅拌均匀，捏成比汉堡胚稍大的形状。锅里加1块黄油，把汉堡胚烤一下。在煎的时候，肉饼会一点点的变小，所以要捏大一点。铺上芝士，盖上盖子。汉堡的灵魂除了肉饼就是酱料，今天用到的是亨氏番茄酱，不添加防腐剂，真正的浓郁番茄好味道。 在家也能做正宗的西餐，将食材依次叠起来。我可真的是边流着口水边拍的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！过年摆在桌上的零食糖果，不要再去超市买了。先准备一点大颗的棉花糖，空隙要留大一点，要不膨胀起来会粘在一起。 准备一点喜欢的果干和饼干，趁热放上去，用力的按一下。记得要再烤一次哦，这样才会变得脆脆的。第二个甜点特别适合秃头小宝贝，简单的和和匀到完全湿润的状态。家里没有模具的，用纸杯剪个圈出来也可以。 这样的小零食可比去超市买有心意多了，尤其是过年会来小朋友的，肯定会特别的喜欢。简单的打包一下，还可以当过年的伴手礼哦。剥鸡蛋这个方法学会了，这个人一辈子吃鸡蛋都会想起你。能不能成功，最关键的就是配比，我放在屏幕上咯。 记得要过下筛，口感会更细腻。放进冰箱冷藏2小时。像这样的烤盘刷满油，放进烤箱220度，先烤10分钟。趁热把面糊倒进去，再放进烤箱烤上20分钟。这鼓起来的样子是不是很有趣？平安夜嘛，还是要吃个苹果。直接啃吃腻了，来试试做一杯热红酒。 喝起来特别的暖，挤上奶油，撒上糖霜，再增加一点圣诞气息。酥脆的外皮和冰凉的奶油在嘴里一下爆开，形成了强烈的对比。这样的圣诞小食，应该没有人会不心动吧？猜猜看我是用什么做的？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榴莲味电饭煲蛋糕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打发蛋清。 半杯白砂糖分3次加入，普通的蛋糕没啥意思，用酷式榴莲味气泡水做个榴莲味的，不仅零卡零糖零脂肪，而且气泡充足，一口上头。搅打至顺滑，没有颗粒。舀1/3的蛋清到蛋黄液里，搅拌均匀，然后再倒回去，内胆刷上一层油，蒸出其中的空气，盖上盖子，按下煮饭键。松软可口，不用烤箱就能做。没有榴莲果肉、榴莲味十足的蛋糕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有粉丝问我，快到圣诞节了，有没有什么特别适合做给他吃的？步骤很简单，只要3步，所以快让你的男朋友做好笔记。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棉花糖中间剪开，塞进好吃的麦丽素，用牙签固定住。随便买块黑巧克力，切碎，隔水融化。巧克力的温度不能太高，要不棉花糖会融化。一个一个的摆在托盘或者烤盘上，放进冰箱冷藏1晚就可以啦。香浓的巧克力外衣，柔软的棉花糖，加上酥脆的麦丽素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别人家男朋友会做的，你家男朋友都会做。所以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芝士烤饭团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加一勺酱油提鲜，抓拌均匀。碗里铺一层保鲜膜，放入适量的米饭，像这样旋转一下包起来，记得要包均匀点哦。每一个饭团上来一片芝士，挤上沙拉酱和番茄酱，用芝麻点缀一下，就可以进烤箱了。180度10分钟。融化的芝士搭配着微焦的米饭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你们那里多少度啊？我这里实在太热了。所以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韩式冷面，没有男朋友的也可以叫闺蜜动手哦。水开了，下入面条，过一下凉水，口感会变得更好。料汁的配方在这里，记得要做好笔记。冷面不能没有雪碧，就像我不能没有你。放上切好的配菜，鸡蛋当然要来半个啦。谁说冬天不能吃冷面？晒着太阳来一口冷面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